新闻插播，江山的消息，江山一阵啊蚊啊真多，啊还着三狗呢，因为蚊啊出来大院。根据村头啊讲呢，伊伫张英岩甲厝边头尾伫门口埕泡茶卫生，想袂到呢有只唔知影死活的蚊啊呢，竟然呢歇伫三狗的面，要顶三狗。村头啊看了十分的生气，怪翁哪会当互蚊啊欺负呢？所以将霸气呢蚊啊当场死亡。但是三狗呢也出来闹震动，结果送医治疗已经无大碍了。西加消息，前镇第七分局今仔日抓到一个大陆的偷渡客。根据警方表示呢，巡逻车经过西加各种附近呢，看到一个中年人穿西加各种的跳衫，感觉奇怪，所以进行盘查。有这个中年人口音真奇怪，怀疑是大陆的偷渡客。唔知警方问伊穿的这件衫顶款的字是安怎念？想袂到这个大陆的偷渡客呢，竟然用半正白的台语将西加各种念作中国假西，翻作北京语叫做中国假西啊。随后警方将这位大陆的偷渡客带回分局询问。东瀛科技公司为了降低失业率，配合政府的政策，特别办理了就业希望工程，对外招募500人呢，到西岸塞海涌，和平静的海呢更加够特色。东瀛科技公司负责人黄东瀛先生表示呢，一个月站会招募500人呢，去算天星有几粒。那失业的朋友呢，请注意本台的新闻报道。气象报道。住伫个五街中间嘞，因兜个冰箱门关无肉，所以即几天天气有较冷，希望听众朋友会记得加脱寒衫，才袂有感冒。风台动态，根据最新的气象资料显示呢，新形成的风台普拉姆中心位置伫个北纬26.6度，东经125.4度，就是伫个宜兰东北东方大约430公里海面上呢，往台湾慢慢前进。气象专家兼记者熊春啊指出呢，这摆风台普拉姆呢，瞬间最大阵风每小时165公里，相当于14级风，可能会威胁摩林固风台伫听众朋友心目中的地位，请听众朋友注意本台风台的报道。沿海方面，因为东瀛科技公司呢招募500名的员工去西岸塞海涌，所以造成了中涌、长大涌去西岸游泳的民众请注意。以上是咱韩志之声广播电台本部独家所提供，由本台特派记者邢春来为您采访报道湖北的新闻，感谢收听。